咁耐冇见，离开咗正常个感觉点样啊？估唔到你第一个问题问我呢样嘢啊！而家就其实点解呢年咧，即系过往呢年都好少见到我喺香港咧，因为我就去咗内地去做我嘅巡回音乐会，系啦。咁新嘅一年咧都会继续完成一啲之前未完成嘅展数嘅，所以我自己都好期待。至于因为而家有坤哥啦，星梦系啦，咁希望佢喺星梦嚟紧有好嘅发展啦，同埋之后咧佢嚟紧都有出新歌，可以帮佢宣传下，希望大家都会支持。你自己咧咁样谂住做个人工作室定系接公司啊？我自己而家都同公司仲喺度安排緊，咁啊有啲咩消息都會盡快同大家去分享嘅。啱啱你睇到啦，即係做埋你啲巡迴啦。你之前講過話過年嗰段時間要出嚟做巡迴，聽唔到 ，sorry。之前你咪同阿 Yuki 開演唱會開 show 嗰陣，你咪講話之後要開喺內地開 show 嘅，做曬未啊？啲 show？ 就係今年會繼續完成埋咯，係啊，因為喺內地嘅一個巡迴嘅演出就去咗幾個城市啦，咁但係仲有好幾個城市仲未去嘅，咁我知道都有好多唔同嘅歌迷都好期待啦，咁我自己都好期待，所以都希望可以盡快係咯見到大家。依家出入咁